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，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，执念难消，寸真曲尾任风吹，风雨飘摇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，至少有你同行与同悲，揭竿宿命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，山河明媚只守与君归，思想来回心不着成灰。六娘已经嫁出去了，三娘呢？这也马上成婚了。四娘啊，你说你执意不肯跟随夫家回去，留在严家有何出路啊？郎君来请我归家，不过还是要回去，过那表面光鲜的凄凉日子。为这夫家和严家的颜面，与之前又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为何不能像六娘一般，专心求学，考取功名仕途，哪怕只是做个绣娘，都是凭自己的双手谋一份出路。可这女子和离，终归是会遭人脸色，整个严府上下都会面上无光，就连你这些姐妹们，也会因你遭夫家小瞧的呀。父亲，女儿从小就听您耳提面命严府的颜面，严府的颜面固然重要，但若以四姐一生的幸福来换，代价未免也太大了。这段日子我们严府历经磨难，桩桩件件都不是靠颜面挺过来的。哎，夫人，你坐你坐。父亲，海郎自不会因为四娘和离就看轻于我，想必大格陵也不会因为此事小瞧六娘。只要我们全家都不小瞧四娘，那又有谁会看清她呢？采薇说的是，郎君，如今咱们好不容易一家人在这襄安城得以过清静日子，又何必为了这一丝颜面再让孩子们吃苦受委屈呢？女大不由爷，这将来如何，便由你自己决定吧。谢谢父亲。金藏来了呀，严博士。快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一点玻璃。严博士，恭喜恭喜。里面请，里面请。来，咱里面坐。六娘，你小舅舅。小舅舅。哎呀，张侍郎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张侍郎，上座上。错了。世元，我这次来只是……你自然应该坐南方宾客这边。啊，对对对，南方，南方，对对对，自然是南方。其实怎么还未到？六娘，你爹真答应四娘和离之事了？嗯，
难得他把子女的事儿看得比颜面还重要。好事啊，那到时等你和离之时，你爹就驾轻就熟了。我你跟白无常三月之约马上到期了啊，让你提前做准备你不愿意，你说这白无常到时候不会为难你吧？哎，白无常怎么还没来？来中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人都没到齐，这就要开始了。来中城不来，怎么会开始啊？怎么，我跟沈大格岭严博士同朝为官，这婚宴沈大格岭来得，我就来不得？再说了，严三娘此前中了陈火娥剧毒，可是我提供了解毒药引，也算是救了严三娘一命。此时来讨杯喜酒喝，有何不可？讨酒喝自然是要给的。沈格岭，来中城，有失远迎了。今日是舍弟大喜的日子，二位能够前来祝贺，真是感激不尽。不如大家就先入座，坐下后再叙旧，可否？好了，贺礼带到，我就不再次叨扰了。沈大格岭，告辞。啊，诸位今日能来参加小女的婚事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啊！是啊，大家入座吧，入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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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
横关调令，张相并没有找我父亲的麻烦，是不是你出手帮的忙？没有。真的？谢谢。皇太后，甘南道快马急报。甘南道，瀛州刺史莫千之上书陈情，说甘南道地区近期多起半面鬼吃人惨案。什么？据说这半面鬼在人昏迷时作案，且一次只吃人身体的一个部位，被害人醒来后发现自己四肢不全。荒谬！朗朗乾坤，怎可容此祸患？初看之下，着实可怖。可臣细细想来，却与之前的陈火娥案有些异曲同工之处。哼，装神弄鬼，怪力乱神。太皇太后明鉴，真相不明才会流言满天。臣以为当务之急，应是派遣得力人士，速速前往甘南道。协助莫千之查清真相，平息流言。婉儿，那你觉得派谁去最合适呢？太皇太后心中怕是早有决断了吧。你呀，太皇太后，他们到了。臣沈度叩见太皇太后。沈大哥领。沈爱卿啊，你看到没有，又有人想利用甘南道恐慌引发骚乱。哀家记得你与瀛州刺史莫千之昔日还是有些渊源的，故而此番派你们夫妇一同前往甘南道彻查半面鬼吃人之事。臣领旨。严令时请留步。把锦缎襦袄给严令时。上来吧。太皇太后念你二人新婚不久就要前往甘南道办案，特地让我备了些防风的锦缎襦袄供你挑选。这是太皇太后给你的密诏，打开看看吧。严令使，记得哀家曾问过你，要什么赏赐？但求太皇太后，以后称呼六娘为严淑丽，而不是沈夫人。
你不愿顶着沈夫人之名，想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刑部女官。哀家今日之托，就是要你行女官之责，为刑部所用，为哀家所用。严灵石，你明白吗？臣明白，臣接旨。甘南道鬼神乱象之案频出，哀家恐瀛州刺史莫谦之已有异心，命儿前行秘密探查，辨其行迹，确认朝中有无同党私通，待红与辉哥飞至，可传信矣。太皇太后下此密诏，莫非她怀疑的同党不是别人，而是沈都？而她单单下给了我，是以猜出我们成婚是假，还是有意考验我？你笑什么？沙州进贡的锦缎如袄，绣样素来精美无双。我是笑你留下来挑了这么久，却偏偏挑了这么一件，真是辜负了太皇太后的好意。这样的修养在先安城随处可见。太皇太后是赏给我穿的，我喜欢便行。我倒觉得这绣样精巧大方，非要堆砌花纹才是俗不可耐呢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赏给夫人的，夫人喜欢便好。若莫谦之确有异心，他又该如何呢？我就说嘛，我这个徒弟怎么突然间要请我喝茶呢？原来是想跟我打听瀛州刺史莫谦之，这个你应该去问你那位夫君呢，你来问我那可是舍近求远喽。为何？这莫谦之本是沈度之父沈秉烛的得意门生，入室弟子。难怪，原来他们早就相识。何止是相识啊，这莫谦之本是个栋梁之才，仕途大好，直到后来沈家犯下大旱，他舍命为老师御前喊冤，还力保沈度不死，冲入罪容所，而他则被发往边塞，从此生迁无望啊。哎，可惜呀、啊、可惜呀、啊。哎，你今日前来找我，怕不是莫谦之卷入什么案子了吧？嗯，你别忘了，你师父我虽然是隐退了，但是那点儿查探琢磨人的本事还在。嗯，你是在担心查一个人又牵扯到另外一个亲近的人，师父我猜得准吗？师父，我还是学艺不精。嗯，凡事要查明真相，都难免要经历你现在的过程。再小的细节也罢，再亲近的人也好，首先不要去怕怀疑，要敢于去正视他们。信任也可能也是一种追查的力量。好了好了，你想知道的都知道了，再给师父沏壶好茶呗。好嘞师父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好嘞。沈都要去甘南道。
瀛州的东西，相爷放心，东西早就处理干净了。沈都要去，便让他去吧。当心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相爷，莲台的那封信不见了。什么？信不见了？属下已经查过，那封信确实不知所踪，而且那封信失踪的时间恰好是弘安馆考学，沈大哥领执掌京畿护卫之后。好你个沈都，难不成你还要把当年沈府的旧案翻案不成？快点快点啊，手脚麻利点。你要的东西我可都给你备着了，不过有几样实在是找不着，但是我从我爹的当铺还是给你找着了。那陆伯伯能同意吗？当然了，我可是他宝贝女儿，他当然得同意了。哦对，徐帅说他有任务要执行，没办法来送行，让我提醒你，他给你的令牌可一定要带好，如果遇到什么情况的话可以寻求当地医疗人的帮助。嗯，哦对，差点给忘了，你的楚旧好友小迟迟的亲笔来信寄到刑部啦。看看小迟迟说他已经在去瀛州的路上，那正好这一次我可以把准备好的礼物都带给他。嗯，师父，你要的那些珍奇玩意儿都运到了，徒儿厉不厉害？那个送完了我们就走了，一路平安。师父走了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师父，这些奇珍异物干什么用的呀？都是朋友义气。朋友这么兴师动众？此行就一辆拖车，负重有限，我们都轻装出行，不必备的东西舍下吧。大哥，你不用担心拖车的问题，我刚去调了两辆，甭管夫人有多少行李，管够。此行是公务出行，不是外出会友，只带必需品。这些都是必需品啊。六娘，大哥领。六娘，我来送东西了。啊，这个跌打损伤的药，腊肉咸鱼，还有这是李三姐你爹。阿娘阿娘阿娘，我们这次只有一辆拖车。边塞苦寒，你又是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，万事都要小心啊！如果真的遇到困难，千万别逞能，保住小命最要紧。阿娘，我是去查案，又不是去打仗的。你记得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还有，告诉爹爹，朝中纷争，能避则避，一切等我们回来之后再说。哦，若是有难事，记得写信过来。都懂。家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倒是你们在外面万一遇到什么事儿，我们帮不上忙，你们可得相互帮衬啊。岳母放心，小婿会照顾好夫人的。那就好。
醒了。我还以为与夫人的熟睡程度，能一路睡到云州呢。我是昨晚没有睡好，我平时也不这样。哇，城外风光果然与相安不同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看一下风景。我能读一读吗？嗯。停车！你们几个周围警戒，都背过去。是。若有不是，要及时跟我说。谢谢。我是怕你吐在车上，弄脏我的车。我会注意的，可你们那位府的马车驾的也太差了，一路上左弯右绕的。自从出城起，就被各路人马紧盯，不急行换道，怎么甩开那些探子？有探子，北侧、西侧树林，急行换道。是。想不到我们此行，竟然有这么多人盯着。瀛州之行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和马车队按原路线行进，确保甩掉所有暗线后，再到山阳城与我们会合。吁！记住我说的，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们俩休息。您放心。大哥领，夫人，房间已经准备好了，二位用餐完以后便可以回屋休息。嗯。景林，行李还未到吗？夫人，行李车就得晚一点到了，大约得有半个时辰。
大哥令，夫人的行李车里都是给您准备的药膳食材。你是说，他带的那些大箱子，全都是药膳？对啊，都是夫人从各地搜罗来的药膳食材。夫人故意不告诉您，估计是知道您不吃药膳，必不肯带上。 不出来了，不然我脖子就要被他掐断了。我看看，沈渡，你对一个小孩下手也太狠了。嗯，哪家小孩三更半夜在别人客房门口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非奸即盗。哦，你不也是深更半夜在别人客房门口踱步，脚步声吵得我都睡不着。嗯。 你也是非奸即盗啊！我是晚上吃多了，消消食。啊，景琳，啊，怎么甩的探子，连小孩都能跟上来？是属下失职，我不用跟你迷路啊！我只是偷跟你们到了城外，趁马车没人的时候，我偷偷溜进了车里，我藏在马车座位下的雕花柜里，就一路跟到这儿了。 师傅，我是不是够格做你徒弟了？我想跟你学本领，成为像你一样的太行高手。师傅，你就收下我吧。打住打住，你别喊我师傅，你叫我姐姐吧。学习本领得从长计议。既然你都跟到这儿了，那就住下，到时候随我们一起回香安。谢谢姐姐。景琳，还有多余的房间吗？有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景内卫，谁同意你安排了？也是。 你我二人同时受太皇太后委派查案，怎么，我连安排一个随行人员的资格都没有吗？我，姐夫，我不住房间也可以的，只要你们肯收留我一起住柴房睡地板，我都可以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姐夫，姐姐说了，不让我喊他师傅。 让我喊他姐姐，既然我喊他姐姐，那是不是该喊你姐夫啊？难道不是吗？嗯，若是不喜欢姐夫这个称谓，那我叫你沈大格陵，沈大侠。都不喜。 此次是公务出行，不养闲人。你这小身子板也干不了重活。哼，景琳，是，属下这就把闲杂人等赶出客栈。啊，谁让你把他赶出去了？从今往后，他跟你住了，我顺便操练操练他，免得吃闲饭。啊啊！什么啊？ 让你带个小孩这么困难，属下遵命。小孩，请吧。姐夫，别啊，姐夫，我不想独立。
这大白天的，府衙大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大哥领到，你们瀛州府是无人值守吗？瀛州司马比丘见过沈大阁领、严令史，下官不知二位到来，有失远迎。无妨，你们莫刺史呢？回大阁领，莫刺史外出公务去了，已差人去叫，马上就到。莫刺史到。下官莫千之，有失远迎，多有得罪。莫刺史，刚刚是不是在办案接触过尸体？你怎么知道？经常接触尸体的人难免会沾惹一些尸气。想必这位就是闻名相安的奇女子严令史吧。严令史品茶入微，下官好生敬佩。这相安到瀛州距离甚远，严令史又是女子身，想必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吧。多谢莫刺史关心，一路顺利，不算辛苦。师兄，近来可好？沈大阁领，折煞下官了。下官失职，近来案件堆积成山，实在是没来得及给大家准备接风宴，都是为百姓计，不如今日我们就先查案，早日破案，百姓早日安心，诸位意下如何？这怎么能行？大阁领千里迢迢赶来，就算没有接风宴，也至少应该备下茶水，好好迎接才是。你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这难道不是对大阁领的不敬吗？无妨，本就是来查案的，不是来出游，早一日结案，我们也能早一日回襄恩复命。青林，你带安云先去吃个便饭，我与严令史去查案即可。是。景内卫，请随我来。大哥领，这是此案的卷宗。那下面可是无头尸，当心吓到你。他胆子大得很，你可别小瞧我这位夫人。死者名叫李凯祥，嫌犯是他的弟弟李凯瑞，二人喝酒起了争执，弟弟喝多了以后昏睡了过去，等醒来的时候发现哥哥的头已经不见了，至今都没有找到。可是有什么发现？从死者血液凝固的状态来看，死者被割下头颅的时候应该还活着。活着被割下了头颅？目前来看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死者临死之前处于昏睡状态，凶手一刀致命；另一种是凶手是一个顶尖高手，在死者能力不及凶手的情况下，死者被人割下头颅。但我刚刚看过，死者的皮肤没有任何淤青，仵作剖腹查验也并没有任何内伤，基本上排除了第二种可能。真是绝妙的分析，英雄所见略同，刑部第一女神探果然名不虚传。阿潘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严令史，好久不见。一个眼神决定你我缘分，再次相遇便知今生两人，看今夜星辰，梦回旧时分，一双人早已生根。
竹林前的情人心思莫问，青丝项链一生一世长存，借晚风叩问素爱的情深，此生有了惦念的人，一往情深你是我认定的人，秋月春风相拥，对爱多么认真，一点一滴慢慢全都封存，从每个清晨到每个黄昏，我和你永不离分，一不留神你闯进我心门，慢慢沉沦为爱奋不顾身，我冲锋陷阵也无比坚韧，因为你是我的责任。